夜光龍進場係嘛？好啦，當夜光龍到我哋嘅台前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請啲重點主禮嘉賓咧，就是、為我哋咧為呢條嘅夜光龍咧就係、是、進行個告知儀式㗎嚇。冇錯啦，咁啊，叫做時光龍祝祝啦。哇！聲勢好大啊！哇！你睇夜光龍引領佢入場嗰粒夜光珠啊，閃閃生光。咁啊，大王係咪都係好似條龍咁樣？咦，咁樣 S 型咁樣入緊嚟嘅咧嚇，帶住條龍啊！冇錯，冇錯。BBS 太平紳士、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黃小玲女士、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SBS 太平紳士、環境保護處副處長郭黃永琪太平紳士，由尖國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太平紳士、香港警務處西九龍區指揮官張孝業助理警務處長，由尖旺區議會主席葉浩東太平紳士、旺角警區指揮官韋能志總警司，前由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志華先生 BBS， 請咁多位就移步到台前，準備為我哋嘅夜光龍進行呢個套珠儀式嘅。啱啱好啊！我哋嘅嘉賓企好，我哋條龍都嚟曬我哋嘅眼前啦。仲有就是我哋中沙市港澳事務局的政協鄭向榮先生，有請鄭先生。好啊，麻煩我哋嘅燈光朋友，如果我哋曬住即係照住台前面嗰兩盞，哇，嗰兩組大燈啊，可唔可以點暗少少咧？因為影相咧，啱啱係背住光喎。因為照住咧個牆好搶光啊，個燈光嘅光度可唔可以較暗少少啊？前面向住台嘅兩眼大燈，哦，因為技術上嘅問題，有啲難度啦，所以要辛苦各位攝影師嘅朋友要就一就啦。好啦，我哋而家咧開始做你個套珠儀式，好唔好啊？好，嚟啦，一齊影張相先。
龍兔豬，國泰民安，心想事成，步步高升。時間咧，我哋請我哋嘅最嘉賓咧影一張大合照啦，令翻我哋台前咯，因為我哋一眾嘅攝影師已經企曬上台啦。好啦，冇錯啦，面向台上面影張大合照先。嗰個燈光咧就比較光亮少少，所以影咧都有個效果，有啲技巧啊。攝影師係咪要俾翻啲位置咧？小心啊！佢收翻嚟，小心啊！咁影完呢張合照之後咧，我就可以請我哋各位嘅主禮嘉賓咧，就係回上台上面咧，就係回座嘅。請各位嘉賓全部上台就坐，麻煩我們的攝影師稍微讓一讓，讓我們的主禮嘉賓到台上繼續就坐，欣賞我們的夜光紅的演出。在途中咁多位嘉賓行運一條龍，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好嘢。
係啦，咁啊，大家嘅燈舞團隊啊，係都繼續多謝我哋眼前見到嘅新年工場每年嘅埋進義工咧，係三年連續啊，分別咧係由上週嘅成日活動同埋晚間嘅每日夜光魚蝦蟹飛色魚鱗替嚟參加嘅噃。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呢一個嘅熒光熒光幕。